好，翻嚟啦，翻嚟第三節。喂，我哋又要再介紹我哋呢個 Facebook 嘅 group 啊，大家男女行銷學啊，記得入去打打氣啊，同埋喂，大家如果覺得呢個節目係好睇好聽的話咧 ，share 俾多啲朋友啦。同埋都歡迎大家有啲咩疑問啊，或者有啲咩即係好似之前嗰位自稱宅男嘅朋友咧，咁都可以即係 PM 又好 ，post 都好咧，咁即係俾我哋分享一下。即係宅男咧，即係我都建議啦。即係以前啲人咧就將剩女個剩字咧，剩下個性別人豐盛個剩啊嘛。我都建議咧，宅男咧將自己個宅咧變為有光澤同埋好潤澤啦。都得。係啊，你話宅到好似杜汶澤咁，你話幾好啊？真係。都得。行呢、這個係咪好有才華？我都講。好有才華。好有才華真係。喂，同埋我哋今日呢個節目咧，即係三藩市嗰啲朋友咧都聽到都睇到，不如都同嗰邊三藩市朋友打招呼。國際性。講英文啊。Hello everybody。係，喂，咁啊，接翻第三，接翻第二節，我哋講過啦，譬如情商 ，OK， 咁嗱，其實當然即係有時情商可能你受傷俾人哋正傷俾人飛啊，分手啊，或者對方有啲人覺得啊，我俾人哋背叛啊 ，OK， 嗱喺呢個 moment 咧，我哋就唔去判斷對方啱與唔啱嘅，因為啱與唔啱，對方佢咁做，佢梗係覺得自己有自己原因啦。咁你俾對方背叛或者俾對方遺棄，有啲人覺得係遺棄啦 ，so call， 咁當然會係定係對方唔啱咁樣嘅。啊，事實上啱唔啱唔係最需要處理嘅嘢咯，我自己覺得。而係你自己跟住落嚟應該點樣做咧？咁你證實咗對方唔啱又如何？冇錯啦，咁可能佢喺你嘅人生裏邊嗰個重要性已經唔應該再延續落去嘅咯喎，可能應該你以翻你自己嘅人生咧，做翻一個 focus 先至最好咯。係，即係嗱，如果你自己 OK， 即係當然對方 hurt 你或者對方呃你，可能係對方唔啱，係嗰一嘢嘅啫嘛，嗰一嘢嘅啫嘛。咁如果你喺個腦裏邊逼自己重播嘅話咧？就是你自己撳個掣喺度重播啫嘛，係啦，你自己又代緊自己啦。之前咧都講過啦，即係審死官裏邊個對白叫咩話？咩？我要告阿張彪個仔張小四將個陳長富仔陳大文左手手指尾隻指甲打斷啊嘛。咁你都記得？係我背過 N 咁多次。好嘢。喂，咁嗰單嘢講咩咧？講話原來有個人打咗人，咁啊俾人告 ，OK。咁然後咧，阿周星馳咧就講。咁而家就打多佢一次，咁如果十幾年之後佢死咗，可唔可以告我謀殺咧？哇，咁都得？咁梗唔得啦！喂，事實上如果人哋 hurt 你一次，可能人哋唔啱。係。咁但係如果你喺個腦裏邊不斷去自己重播，咁係你自己 hurt 緊你自己。咁就你自己選擇喺腦裏邊播緊一啲嘢，你 hurt 自己啫嘛。但係都有啲情況咧，就係喺個腦度重播咧，未必係對方 hurt 你嘅嘢，而係喺個腦度咧，即係不能控制地咧，就播翻以前開心嘅嘢，咁跟住諗翻而家已經冇咗呢件事啦，咁即係呢一個咁大嘅落差咧，就令到自己繼續好 hurt， 或者追悔一啲嘢，覺得自己做錯啊，係啦，追悔一啲嘢，覺得自己做錯啊，做漏啊，係啦 ，OK， 自責啊，嘅嘢啊 ，OK， 或者開始肯定唔到自己嘅價值啦，係啦，好，咁啊，一般常見啲人會點處理啊？不斷揾人講啦，傾訴啦，扮忙啦，我哋數下邊幾樣嘢常見嘅先。揾人講啦，扮忙啦，扮忙啦，扮冇嘢啦，扮冇嘢啦，揾啲嘢麻醉自己啦，劈酒啊，麻醉自己啊，劈酒啊，或者係糟蹋自己啲人叫做咩啊？戒酒啊，狂食啊咁樣。總之係即係啦，總之糟蹋自己一輪咁樣啦。糟蹋自己一輪啦，有啲人就點樣咧？同糟蹋自己係調翻轉咁做嘅喎，即係做到即係令到自己好好多。我要自己嗱，即係李慧敏有隻歌叫咩？活得比你好咁樣啊嘛。係我要做得更加好、更加精彩、更加開心，令到你見到我咧覺得後悔飛咗我咁樣。OK， 嗱表面上好似好好，咁啊當然好過糟蹋自己嘅。其實已經算係最好。事實上都唔健康喎，點解咧？因為你嗰個人生目標仍然都係為咗嗰、那個即係過去式嘅一個情人去進行，你都係為咗做俾人睇，而唔係為咗自己咯。可能你做得好好啦，咁你俾對方睇到我咁好啦，對方後悔，咁之後你可能已經冇動力再繼續好落去，你又撇翻啦。好啊 ，detail 少少講下我哋頭先數咗嗰啲嘢啊。好啊，嗱，扮忙有啲咩問題啊？其實扮忙咧，你係冇處理過嗰件事嘅，即係將啲垃圾掃喺地氈底冚住佢先咁樣。咁即係你會覺得好似扮忙嗰段時間咪好似麻醉咗自己咯。不過成件事有冇解決過 ？OK， 嗱，如果你嗰個忙，譬如我去做好多運動，或者我去工作，
我去工作、okay? 如果那樣東西是令到你建 建立更加多的成就感、建立多一點你的自信心、這樣東西是好的好的、okay? 但如果你繼續不處理那些東西呢不等於那些東西解決了的是的未解決、okay? 不等於那些東西解決了這樣的是的好又或者你去扮沒事是都是一樣未解決一樣咯去說服自己我沒事啊我 OK 啊是啦咁但係呢啲呢就好似即係睇電視嗰啲呢同朋友一齊就好正常咁樣咁但係返到屋企呢就自己喺度舉酒啊喊啊咁樣流晒淚啊咁嗰啲其實都係冇用嘅或者流到成面都冇我啲唔係啊我呢啲係純粹想型啲啫流到成面酥好唏噓啲咁樣呢喂我真係見過呢時有個舊同事呢死啦我啲舊同事認識我喎唔知我講邊個咁樣呢是但呢照講啦我為咗節目可以條命都攞埋出嚟嗰啲人嚟噶嘛？咁點咧？我個舊同事好笑，佢嗰陣咧就追一個女同事，追極都追唔到咁樣啦。OK， 咁後屘個女同事嘅家人係咁啊，好唔識趣咧，就叫埋佢去飲，一個個同事都叫嘛，你唔叫佢又好奇怪噶嘛，咁佢咪去埋飲咯。咁嗰條友仔咧，人哋去飲啊，打牌啊，食嘢啊，佢一路飲，真係一路飲，一路懟酒，懟到自己醉曬。射晒又爆粗又成又鱼虾蟹我好中意你咁样，人哋啲阿爸阿妈响晒度，家人仔响晒度，咁你想点咧？即系你觉得嗰个女仔会好感动系咪啊？如果我系嗰个女仔，我会觉得哇，好彩我冇嫁俾你，好彩我非你啫，喂，好彩我唔拣你，原来哇，你有咗咁样啊？哇，系咯，即系将自己最差嘅一面咁 show 出嚟，有咩用咧？即系你以为人哋会觉得你好诚心啊嘛？你以为人哋会觉得咧，哎呀，我损失咗你，我真系好大嘅遗憾啊咁样。其实人哋惊咗你啊。有啲女仔就会点样咧？戒手。嗯 ，OK， 因为佢想用一个痛嚟冚住另外一个痛啊嘛，用肉体嘅痛冚咗精神上嘅痛苦。有啲女仔会点咧？会暴食，嗯，明明咧，我之前咧，譬如可能我认识一啲 friend 咧，去我即系可能几个月前，俾个男仔撇之前咧，系好索嘅，系 OK， 轻轻肉地，但系唔严重，即系应该咦睇落都 OK 喎，啊，你知男仔就好揽系好重要噶嘛，咦好易揽到个 cushion 都几舒服噶嘛，三个月之后由 cushion 变咗 sofa， 变咗大一两个嘛，系咪啊？即係如果你去宜家家私買咧，就好抵咯，你覺得係？但係攬唔到噶咯喎。係啦，哇！俾佢砸親。枯筍嘅價錢可以買張梳化，咪好抵先。嗯。咁但係呢個係人嚟噶喎。嗯。三個月之前，其實咁樣咧，三個月之後俾咗梳化。對女仔嚟講咧，簡直係雙重損失咯。即係佢哋以為暴飲暴食、自殘啊、自毀啊，就會令到對方內疚。是不会的、可能第一次会头那段时间两三次啦咁样会咯，但是你其实不断重复自残的话，第一你可能自残的程度要不断提高去刺激到他有反应啦，第二呢就是他开始即是慢慢都会觉得呢，即是有少少智慧的男性都会知道呢，你用紧自残呢样嘢呢去即是企图去 manipulate 佢，即是去精神上呢去操控佢，其实是会有反感嘅。叫情绪勒索嘛，呢啲情绪勒索係啦。係啦。咁同埋佢会觉得即是再进一步呢，佢会觉得你其实即可能有啲精神有问题，或者下次要玩自杀㗎喎。咁你唔嚟我就死嗰啲咁樣呢，係呀，咁男仔就好驚呢啲嘢㗎喎，你唔想嚟我度我就死咁樣呢，係呀，咁其实佢可能会走㗎喎，真係呢份佢买你怕咋嘛，係呀，係咪其实係勒索嚟嘅，佢可能唔係好想走，你都逼佢走喎咁樣。喂你能唔能够掹得到个男人返嚟已经后话啦，已经唔讲啦，喂你开唔开心先，係呀，最緊要係你开唔开心㗎嘛，嗯，最緊要你覺得你咁樣行落去，你覺得 work 唔 work 嘛？你覺得好，你想唔想你嘅人生變咗咁先，大佬？係啊，即係其實真係勒索緊人㗎啦。去到嗰段時間，你就唔係話中意一個人，好老實，你係話條氣唔順啫嘛，你甘心啫嘛。係唔甘心，係。你唔甘心啫嘛？喂，與其你贏一個你唔甘心，你贏一個咁嘅人翻嚟，你不如你諗下點樣你贏翻你未來呢幾十年嘅人生翻嚟好過啦。冇錯。OK， 好啦，咁有啲人会自毁啊，有啲人自残又剩咁样啦，有啲人点样？好似头先话斋，我要活得更加比你好，嗯 ，OK， 嗯我要搵钱多过你 ，OK，、嗯、我要更加打扮靓过你啲女朋友，嗯，表面上好咗好，嗯，其实都系唔健康，因为你都系变咗活俾别人睇，嗯，系啊，最紧要你系要为咗自己而去增值咯，咁你先可以将来唔会再重复呢、這、一个即系同一个错误咯，嗯，即系既然。那輛車你都落了，是啊，是不是那都走了，那
之後嗰架車發生咩事啊？關你叉事咩？係，咁唔通你仲要著到好靚咁跑去追架車，俾 show 俾佢睇咩？即係嗱，早前咧咪試過一單意外咧，咪講緊一個柴灣嘅巴士咧，個司機揸架車咧，咪即係心臟病休克咪炒咗嘅。如果你之前已經落咗車，其實你應該慶幸定懊悔咧？梗係慶幸啦！即係我哋當然我哋好為嗰啲傷者，去覺得可惜啦，係咪？好戥佢哋覺得唔開心啦。咁但如果你已經之前落咗車，你應該點樣啊？哇！我執翻身材。係。喂，如果有個男人，你同佢相處，或者有個女，有個異性啦，同性都好啦，你同佢相處，令到你行到嗰一步嘅 ，OK， 你早咗一步落車，你應該點樣？執翻身材啦。OK， 不過亦都重新要檢視翻，究竟係咪自己個行為模式嘅 pattern 導致咗會有嗰一步行咗佢，一行到嗰一步結果嚟噶嘛？會唔會係自己即係選擇嘅時候唔覺意，係會中意選擇呢一類型嘅人呢？係啦，或者覺得明明覺得係唔 work 嘅，不過咧我要講 feel， 我要為求有 feel 咧，就點樣啊？我唔計較後果，我唔計較結果，我最緊要個過程。係啦，咁你已經享受咗你懶浪漫嗰嘢快感啦，已經。其實男女都會有呢啲情況嘅，咁但係問題係到個結果即係出唔到嚟嘅時候咧，你又接受唔到喎。咁就唔得啦，即係最緊要知道自己係想要啲乜嘢咯。OK， 好啦，咁啊亦都有啲會揀揾人傾訴嘅。係。嗱，揾人傾訴係好嘅。係。OK。是贊成的，是 OK， 不過是找人傾訴，還是我們要留意什麼呢？要找對對象，千萬不要找到那些越講越壞的，還消極負面過你的，是啦，就是你明明都是慘慘地，但他搞到你慘多一百倍那些。就是我們套用回呢，通常如果做銷售工作，做 sales 的朋友呢，如果你最近條數冧數呢，你找哪些人傾訴，找條數還差過你那些。即是人是这样的嘛，找一些叻过自己的人自己觉得不 comfortable 的嘛，找一些差过自己的人觉得自己怎样，哇，同病相连，是同病相连，是啦。但是大鑊在什么呢？通常他给到你的 feedback 都不是对你有建设性的嘛，浅裸蟹。例如什么呢？例如男女都会去说，男人梗系咁噶啦，或者女人而家都系咁噶啦，咁样个个都冇一个好嘅，个个都系呃人嘅，咁样攞完你着数咧就走人，咁样即系都系讲呢啲嘢。系啦，男仔撞咗板揾啲男仔 friend 倾啦，啲港女个个都衰人嚟嘅，系啦，啲女仔撞咗板揾啲女仔 friend 倾咧，啲男人个个都贱嘅。我哋叫做灭绝师太型，吓，帮你可以舒緩到一時的快感，因為咩？因為佢哋話俾你聽，唔係你嘅錯，唔係你嘅問題，係人哋衰，係人哋唔好，你聽落梗舒服噶。嗰刻舒服。人哋嘅問題，人哋衰，所有嘢都係人哋，you're no problem。黃子華上身啦。嗰一嘢你梗舒服嘅喎。係啊。但是之後其實對整件事是沒有幫助，即好像我們剛才說為什麼我們不要那麼很脫離現實地浪漫一樣，即是那刻你覺得很適聽很舒服，但其實你想回對整件事是沒有幫助的，是那你即你講完其實都沒有意思，可能更壞一點。你可以容許自己去不開心傷心一陣子，咁但係之後 settle 咗個情緒之後，你都要檢視翻呢啲嘢。冇錯啦。OK， 嗱，當然唔係話叫你哦，咁就唔得啦，唔係人哋嘅問題，咁啊我問題啦，係我衰，我唔好。咁同時地，你都係做緊一啲嘢，係令到自己走唔翻個情緒出嚟嘅。其實我覺得所有關係嘅完結咧，一定係雙方都有責任。有啲嘢你會 get 到嘅，係啦。係有啲嘢你會學到嘅，係啦。包括咗其實可能選，即係由第一步就是選擇的時候，可能即選擇都是一個學問啦，還有之後大家相處也是一種學問啦，我覺得不可以只怪任何一方的。譬如之前那個教會阿太咁樣咧，我咪答佢嘅。人有你老公是你揀的，人是你揀的，選擇繼續留喺度有你的選擇的，咁你賴邊個咧？係咯，係咪？即係賭盒裏邊有個説話，派牌嗰啲又你啲人，啤牌又你啲啤牌，個場又你嘅，你賴我出千。咁冇得講啦，冇得講啦，死得服啦，係咪先 ？OK， 咁你點樣去選擇自己走出悲傷情緒呢？亦都可以令到你下一次遇到呢一樣嘢，你個人好定啊。你點樣處理係咪？即係你上一次俾人炒個魷魚，下一次再俾人炒魚，你個人好定咁樣喎。同埋其實我覺得走出咗悲傷情緒咧，就可能做一啲自我回顧同埋點講咧？一啲 revision 咧，其實可能可以 break 咗你呢個 pattern 嘅喎。下次咧，你選擇嘅時候，或者你即係發展嘅時候咧，都唔會再咁容易有同一個錯誤發生。係 ，even 就算嗰次真係令到你覺得個人好個自我感覺好差嘅，其實
有時真係自己做錯嘅喎，有時真係因為自己做得唔好嘅喎。你願意去即係睇到呢件事，願意去承擔呢件事嘅時候咧，你下次先唔會再犯同一個錯啊嘛。亦都容許你可以記取個教訓，但係容許個情緒，容許嗰件事過去咯。冇錯，係啦，而唔係永遠都活喺十幾年前。我當日啊，那個人咁對我，係啦，你永遠都覺得係即係十幾年前你打過我，我死咗，我要告你謀殺。冇錯啦，即係你永遠都係覺得係對方嘅問題，你自己永遠都係冇進步空間。好，咁啊，有冇其他嘢補充？我哋呢一度。唔好做嘅，我哋講完啦。咁不如我哋講下應該做啲咩啦？應該做啲咩啊？你覺得？我覺得最其實都幾有用一個方法咧，就係、是、即係當自己即係。個情緒係即係揀嗱，頭先話唔好揀邊啲朋友去傾訴啊，咁可以揀邊唔好揀講咗啦，可以揀邊啲啊？可以揀咧，就最緊要係揀一啲，首先佢係比較守得秘密嘅，守得秘密好緊要，同埋咧佢要夠夠 objective 即係夠夠客觀啊，即係佢夠客觀，而唔係話咩都話邊個啱曬，邊個錯曬。其實佢真係可以俾一個客觀嘅第三者嘅睇法俾你，咁幫助你咧去行出少少嗰個框框，去睇翻其實成件事係咩事咁樣。我覺得好重要，係啦。同埋咧，真係揀一至兩個人嚟講就算啦，你真係唔好揀好多個嚟講，因為你每一次叫佢唔好話俾人聽，佢一定會話俾人聽嘅。唔係邊啲人好中意周街講你平時？你嗰啲 friend 你平時你觀察咗噶嘛？你個腦裏邊個 friend 你知道邊啲人係零零舍舍中意周街講嘢噶嘛？係啦，係咪喺旺角開個街站咧話俾人聽咧？哇！你又俾人飛咁樣。又或者你真係即係想揾最穩陣咧，就揾一啲咧佢唔識你嘅人，譬如啲咩咧？譬如一啲真係專業去聆聽嘅人啦。係。咁我覺得真係有用嘅喎，因為你真係好唔開心嘅時候，你需要揾人講，但係你又擔心啊，可能我而家情商，但係我可能幾個月之後我唔再情商，我唔希望有人再即係講翻我當時有幾咁不屑嘅情況出嚟嘅話咧，可能你揾一啲真係唔識你朋友嘅人講，而佢係真係專業去聆聽嘅話，其實佢幫助你，佢未必俾好多意見，不過佢幫助你將喺你講嘅嗰個過程咧，去調理、去調整翻你嘅思緒，俾你自己睇翻成件事係咩事咯。或者有啲坊間有啲治療方法咧，我都幾建議咁樣嘅。譬如寫封信俾自己，係啦，即係假設如果有個人我當係你咁先算啦。OK，Michelle Chan 係呢、這個事件裏面嘅主角。OK， 你就當自己唔係 Michelle Chan， 當自己係 Michelle Chan 最好嘅朋友。你好了解呢個人嘅。咁你有啲咩你想鼓勵佢咧？有啲咩建議你俾佢咧？有啲咩你想安慰佢咧？你就寫封信俾佢。寄翻俾自己收。其實寫嘢有個好處係咩？一來整理緊自己嘅思緒，係將啲好紊亂啦、亂七八糟嘅思緒咧，可以好具體整理咗佢。係你唔需要追求文字好秀麗，唔需要追求有幾好睇。一嚟寫俾自己睇嘅啫嘛。OK， 咁亦都可以站在另一個角度抽離少少，去將呢件嘢你支持翻自己。OK， 有好多時我哋會即係人做人幾廿年咧，有時會我希望有人支持你。咁有人支持你，梗係好啦。OK。咁但往往願意支持你嘅人，佢未必識得有好方法支持你，是啊、甚至乎願意支持你嘅人，佢亦都唔知點樣先至對你係最好嘅。係啊，因為唔係個個你啲 friend 都受過專業訓練嘅大學，唔係話有系統咁樣嘅。OK， 佢可能用緊以為已經最好嘅方法㗎啦。咁但係最了解你或者最能夠伴住你幾十年走嗰人係你啊嘛。同埋成件事嘅始末，永遠都係你自己知得最清楚。係啦、啊，成單嘢有啲嘢你隱藏咗唔講俾啲 friend 聽，講到自己啱曬嗰啲咧。同埋咧，其實你寫字嘅時候會啟動咗你大腦裏邊嘅理智嘅部分，即係理智嗰部分係 work 緊，而唔係就係俾你嗰個情緒嘅嗰部分，即係掩蓋曬你所有嘅思緒。咁樣你個人咧就即係開始理智啲，咁 balance 翻自己嘅思緒咯。甚至乎咧 NLP 裏邊有個方法都講緊點樣咧，譬如你坐一個位置，你坐一張凳上面咁樣啦，呢個係你嚟嘅 ，OK。咁然後咧，你再起身企喺度，你望翻張凳，你假設你嗰張凳就係主角啦 ，Michelle Chan 咁先算啦。即係我做阿甲，咁跟住咧就我係啊，我係 Michelle Chan 最好嘅朋友啦。係啦，咁我啲咩去做咗個月啦，係啦，咁望翻過嚟，有啲咩建議俾佢咧？有啲咩鼓勵佢咧？有啲乜嘢你想去叫佢加油咧？成講翻出嚟，然後咧 ending 講完啦，可能十分鐘好，十五分鐘好，然後再抽身。再抽身，你再企喺 A 啊 B 啊，再企喺 C 个位置，然后你再观察翻呢个 A 同阿 B 讲嘅嘢，重新观察一次，更加客观。系啦，咁呢样嘢你可以持续做四五次都得噶，可以系，有啲可以持续到去
去到 B、C、D、E 幾個角色都得㗎，咁你可以越嚟越去客觀啲睇翻成件事咁樣，成個始末咁樣。因為永遠你睇嘅嘢，因為每一個人睇嘅都係從自己出發點嘅啫嘛。係。OK， 咁可能同成件事整個圖畫上面係有落差㗎嘛。咁你可以睇更加多、更加豐富多啲嘅嘢啦，可以。呢個都係一個好方法。OK， 咁今次如果冇其他補充，去到差唔多噶咯噃。好啊，我哋講到呢個應該點樣做去療傷。好啊，不過預告一下先，因為咧嚟緊咧 Michelle 咧，咁啊學做完今日節目，聽日又上機啦，又去澳洲啦嚇，又去嚇，咁啊幾時翻嚟又唔知，咁所以咧下一集咧，我哋都諗緊究竟喺 Skype 嗰度做啊。睇下點，係揾啲 friend 嚟頂你啊！睇下點，即係頂你個位置啊！我知道。OK， 明白啊。OK， 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好冇？好，下一集見。好，多謝大家，拜拜。拜拜。